迎收睇《瞻前顧後》。我哋繼續請到 Marco 喺度。Marco 講唔完啊，覺得個感覺一定要繼續啊。梗係會啦，我希望多啲出聲咁解啫。嗱，是咁的，上個禮拜我哋講到第三次刊憲，我哋就要玩到維基解密嗰只咁滯。嗱，但係咧，即係我哋亦都不嬲，我即係叫咗啲官員會同我哋傾偈，原因之一都係咩話？是我哋係願意釋出善意，我哋伸出友誼之手釋出善意，亦都我哋願意係樂於去溝通嘅。咁但係問題咧，即係既然而家都冇辦法啦，個程序行咗，咁都焗住要做啦，係咪先？硬辛苦硬唔願意都冇辦法啦。嗱，好啦。上一集我哋講過係咩？講到話我哋嗱，而家第三次刊憲啦，講到可能啲 車流人流嗰方面都可能會存在啲問題啦。喂，到底點樣回事先 ，Leslie？ 嗱，不如咁，去咗張圖望住嚟睇，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好似都曾經講過一次，不過唔緊要，再提多次，到底會發生咩事？好啦，張圖睇睇先。OK， 嗱，呢個咧就係話佢政府今次嗰個刊憲嘅嗰個圖則啦。圖則嗱，你見到咧就係話，誒、哎、嗰個係啦，嗱嗰個圖則就話你見到呢個藍線呢度咧，呢一個範圍咧。就係話而家成個巴士總站啦，嗱可以去睇到啦，嗱由呢度開始28234X6号 A 啦，咁啊六號 A 而家同六號合併咗啦，冇事發生啦，咁然之後就1A 九號1号，哇大佬全部要行到嚟呢個九龍公園咁出咁滯，好啦，然之後咧埋邊啦，近翻住所謂嘅露天廣場咧就7号8号。呢度咧就8A8P 應該係中途站，中途站好啦，跟住二號去蘇屋，咁然之後呢邊咧近星光行呢邊就5號A 5號 C， 嗱原則上咧就可以話五號 C 個位係唯一一個冇喐過啊，誒五號 A 都算嘅，五號 A 都算啦，五號 A 五號 C 咯，好啦，個問題嚟啦，喂老老實實啦，喂等陣先，佢呢度咁樣拍三條線啊，好多車喎，佢哋都貼到萬物啦。大家真係嗱 ，Marco 講得啱啦。其中一樣嘢咧，依家尖馬啲線，依家你睇到頭先呢個咁嘅佈局咧，就即係一線一位，係啦。夠唔夠咧？嗱 ，Marco， 你喺尖沙咀碼頭影巴士嘅時候咧，見到五號 C 通常有幾多架車喺度㗎？哇，兩架三架喎都。嗱，仲有呢、這個。我哋成功爭，又懶係成功爭取回歸嘅五號咧。哇，五號都起碼兩三架，呢個事實嚟噶。嗱，仲有呢個咩咧？仲有呢個六號咧？六號，六都幾架喎。依家因為兩條線合併咗，雖然話總車數少咗，但係問題，因為嗰啲車係翻嚟嘅時候，就係反而係因為拖住噶嘛，會都係有咁嘅問題。會有起碼兩架喺度噶嘛，一架上緊後面嗰架已經翻到嚟噶啦嘛，要喺後面拍。喂嗱，咁即係14條線揦埋嘅話，隨時都一係啲咩二一添作五，二五得十，咁啊揦埋都20几30架車出現噶咯喎，分鐘。嗱就咁嘅，其實咧我亦都早前咧係做過一個落去做過一個調查，咁其實咧我嗰陣時睇過咧，嗰陣時六號六 A 未合併添嘅。唔緊要，因為我稍後都會再落去做多次嘅。哦，咁咧到底發生咩事呢？繁忙時間咧，夜晚啦，即係傍晚六點零啦、七點嗰段時間咧，咁其實咧就會喺尖馬出入嘅巴士，淨係計巴士啊。OK， 哦，我未計的士。係啦，未計的士。我就係講緊巴士嗰個數咧。依家咧大概嗰個分布就係話喺個總站入面同一個燈位，即係一個燈位，同一支燈。嗱，點為之同一支燈呢？我哋再去翻頭先嗰張圖先，我要畫一畫俾大家睇啦。係啦，嗱，入翻嚟先，係啦。嗱，咁點樣為之一支燈呢？我要話俾大家睇。嗱，依一個好似依家呢一度啦，現時個巴士總站喺依度咁嘅範圍噶嘛。係啊。咁咧，依度係設有交通燈嘅。交通燈。現時 ，OK， 現時有個交通燈噶嘛。咁咧，呢一邊去得嘅時候，呢一邊亦都入得嘅。是即是这样的啦，这样啦，这样呢为之叫做一支灯，是即是这样一个这样的循环。嗯，这样呢我下去呢就很仁慈的啦，数法已经计呢
入緊嚟嘅時候，我計入緊嚟嘅車，再減計埋之前喺度有幾多車啦。咁跟住減翻啱啱出去嗰啲車，其實應該啱啱出去嗰啲都計埋喺同一支燈入面嘅。因為點解呢？如果咁樣先至係 overall 成個喺依度出現咗巴士啊嘛，成個我已經係減咗佢出呢一下，即係當佢啱啱我第一開燈已經走曬。唔係話中間走幾架，因為大家都知一支燈成分幾鐘咁長，係可以中間突然之間係有三四架車突然之間係除咗頭燈嘅時候，跟住走出嚟係幾架噶嘛？嗱、好啦，個問題我已經係唔計一攞咁嘅車，會係到底發生緊啲咩事呢？嗱，計一計嗰個數啊，其實咧我已經係做咗一個數字係俾大家睇嘅，等陣先嚇。好啊，這個唔使去 screen 嘅，唔使去 screen。係啦，我哋出翻去先。個問題嚟啦，到底係幾多數呢？你咁好人，係咯？我咁好人嘅計法，十架之下嘅同一支燈入面咧，就有26% 係咁樣嘅情況嘅，一個鐘入面 ，OK？ 咁咧，即係同一支燈個period 係啦，十架車嘅啫。咁但係咧，如果用到係11至14架咧，就係53.3% 啦。系啦，咁跟住咧，15架以上嘅咧，就係咧有9% 嘅，誒唔係 ，sorry， 20% 嘅，15架以上。咁但係嗱，我哋睇翻頭先政府所講嗰個咁嘅位置，呢家會係點咧？又去翻張圖先。好啦，嗱呢一張圖我哋見到啦，如果喺依度咁計有19架車，呢度即係現有咧，現有總站嘅位置範圍啦，係咯。可以看到我又加翻支筆先，好簡單嘅。嗱，其實依家嗰個走位咧，嗱，頭先我哋依家揾翻 mouse 先喺度，哎，見到啦。嗱，一個位、兩個位、三個位啦，咁叫做唔夠擺喎，肯定。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咁好啦，咁依條馬坑嚟噶嘛，佢別留翻俾車通過噶嘛，8個、9個啦，咁叫做。咁好啦。依度得9個位，我計埋入嚟依個位叫做可以勉強買到一架車啦，當係啦，我哋幫政府諗埋啦。依度好難，依度好難㗎啦，俾你計埋都係11個。係咯，喂，大佬，11個位，依度我當你擺兩架都係12個啫嘛。係咯，你連最基本嗰十架以下20%，頭先都睇到26%啫嘛。但係正常嚟講係10至14架係最多㗎嘛。咁你因為依啲車唔好忘記啊，呢一扎後面擺咗後面嘅車，去翻張圖啊。嗱，我用另一隻色啊，我用一用。哇！另一隻色。但佢好似兜入嚟再穿翻出去㗎嘛？嗱，等等先，等等先，應該要做咗一個熒光筆，不過要揀第二隻色。不過唔知道有冇司機，即係如果呢個廣場起咗嘅話咧。嗱，咁先，好啦，呢度一架、兩架、三架、四架。四架個計埋依個28、23、45，當一架啦，唔得㗎，其實係會一齊嚟㗎，六架走入去，係咯，依6架車唔係話擺咗出面就唔會入去啊嘛，係啊，會兜入嚟㗎嘛，咁你依度有冇足夠嘅空間容納先？如果依度係一次過6架車一齊開車，咁依度咪頂死咯？一定的啦，同埋仲有唔好忘記，因為佢後面依度係落客站啊嘛，又用另一隻色去抹俾大家睇。綠色啊，好啊，嗱，咁咧呢度有3個落車位噶嘛，咁依3個落車位到底會點咧？嗱，好啦，佢係俾邊啲車落咧？其實就係俾黃色依家依一扎咁嘅車落噶。咁好啦，依扎車落完客埋到嚟，係咪一定可以依度架車未走咧？冇人可以肯定。如果買到嚟，前面架7號同8號都未走，第二架7號買到嚟擺邊咧？佢因為唔係話依度可以就咁睇到噶嘛，揸車唔係就咁睇到依度走咗未，甚至架5號未走咁死啦。架5號唔通擺呢個位頂住咯，跟住後面啲車過唔到噶咯。係個架8號 A 8號 P 上車，大家都知，自從冇咗紅磡嗰個渡輪之後。嗰條咁嘅放工嘅時候，條人龍同車龍係幾咁犀利啊！啱啊，係上成幾分鐘都未上完㗎，一定排到落嚟㗎啦呢啲。兩三分鐘，喂，你依度咁樣冇咗個 buffer 位咧，到時候咧啲車咧就會蔓延咧，咁樣伸延翻咧就頂翻出去㗎啦。哦，即係倒塞嘅喎。倒翻塞出嚟㗎咯喎。係，乜但係咁跟住仲有要留意喎。
依家咁樣擺法咧，即係所有依家依啲咁嘅車咧，一塞起上嚟咧就頂死曬。後面本來五號走咗，後面五號架車都可能入唔翻嚟噶咯喎，再嚟一架五號，因為五號都係兩三架一齊噶嘛。嗱，好啦，政府可能就會到時話咩咧？哦，我調整班次啫，調整班次啫，話做咩？減車咯。咁明未啊？即係到時候起咗嚿嘢咪二成吹啊！佢唯一可以做嘅嘢，只有係減少班次，或者部分次唔再兜入嚟。哇！咁咪少咗人搭咯，一係就架車再逼啲。嗱，再唔係啊咁樣，嗰、那個尖東摩地道起咗出嚟啦，我哋提議咗點用，佢特登唔搞住啦，會唔會？喂！借勢，哎呀！搬啲線過去，係咯，橫店都唔夠擺啦，搬啲線過去咯，係咯，五號又可能翻翻過去噶啦，到時嗱、那個問題係啦，你搬我當你真係咁樣又搬啲線過去，但你唔翻翻過去碼頭，就引發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市民佢想去。嚟呢個想去用天星小輪或者去海運大廈嘅點先？第二就係話天星個營運，我哋之前一路好多集講開嘅都講啦。天星小輪要營運，一定要靠咩啊？靠巴士人流，人流就由巴士帶嚟嘅。依家主要都係、喂，又想飲乾天星啊？喂，大佬仲有啊？嗱，記住咧，政府依家咧仲有一招好奸狡，其實係騎劫天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天星會想起多一層嗰件事，話去開放嗰個露台啊、空間嗰樣嘢咧。但係咧，依個計劃係獨立一個計劃嚟嘅。而跟住喺出面起廣場係另一個計劃嚟噶嘛，喺依個露天廣場，但係政府咧。就騎劫咗天星依個計劃咧，就將兩嚿嘢就黐埋一嚿，跟住上去區議會度講噶。咁即係局你，你一係就 take all， 就係要廣場連天星碼頭擴建，跟住一係咧就乜都冇。但係咧，就喺呢個海濱事務委員會去討論呢個天星碼頭復修計劃嘅當日咧，天星九倉方面嘅代表亦都已經講明，天星方面嘅代表，天星方面嘅代表咧就已經講明一樣嘢。關露天廣場事，喂，玩騎劫啊又，騎劫，喂呢樣嘢係好可恥咯，大佬，即係其實應該咁講，件事天星小輪去諗呢個擴建計劃，其實佢做嘅公眾諮詢咧，佢喺呢個乘客聯絡小組係就係提出咗呢一件事，因為當時我亦都有去嗰個乘客聯絡小組，咁佢係提咗話即係咁樣嘅時候。而因為佢真係需要一個人流，先至會可以有個租即係租值可以升到啦。嗱，會係咪地產霸權咧？呢、這個後話先。但至少起碼天星佢真係依家入翻嗰個租金就係入翻天星個袋噶嘛。係啊，即係嗰盤數係入天星噶嘛，唔係好似九龍巴士咁樣樣，嗰頭車費收入入去九巴，但係跟住啲廣告收入啊、roadshow 嗰啲收入啊，嗰啲嘢就另外一間公司做，就叫 roadshow。嗱，我就稍微叉開少少啊。一樣嘢，嗱，以前九巴咧有個習慣嘅，係點啊？新車咧唔賣廣告㗎，車新車唔賣廣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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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都玩翻幾個月之後先至曬完名，之後先至會出嚟。依家好等錢使 ，PX 牌嗰啲出咗嚟兩日唔夠就黐咗條命。唔好意思啊，我見過有一部 PY 牌，我望完個行車證出咗街三日咋。三日？係啊，真係啊，好等錢使。跟住好搞笑，你見到無啦啦個新車，你都即係未睇清楚，就已經俾人黐咗廣告。哎呀，我知點解啊！我知點解啊！點啊？有冇留意到啱啱近期出街啲 PY 字頭、P 二 set 字頭咧？個車身車頭寫住咩數字噶？2010噶。哦，係啊係啊，有少量仲有黐嗰個年份啊。哦。嗱，呢個我哋唔講住啦，揾集有機會先再講啦。嗱，個問題係啦，你而家講緊嗱，我哋睇翻個地圖咧，畫到花，雖然畫到花呢花碌啲顏色，但係咧，睇張地圖先係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話嗱，都唔夠地方擺車啦。因為你呢度其實數翻個位先啦，不如我哋 overall 嚟講，純粹計泊位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如果咁樣計都係翻翻嚟先，係啦。大佬話個泊十五個泊位對十四條線，喂，
我冇俾少你啊！哇！哇！但係每條線拍兩架車嘅話，咁點啊？嗱，我想知。其實因為你要記住啊，我頭先都同大家數嗰個數字啦，十五架以上嘅時間係佔咗20% 嘅，咁多燈位入面。係咯。咁其實已經證明咗一樣嘢。是不足夠，因為最極端的時候其實是會有19架車同時在這個燈位出現，還要大家都記住，我剛才還跟大家說我已經對政府仁慈了，計算這個數已經不是所有 trap 了，已經他走剛剛出站那些我已經不介意了，即是過燈走了的車那些數已經即時減出來，即時減給他了，如果是要計算的時候即是起碼多兩三架了，即是20多架都有了，如果是這樣超過二字頭，不奇的，不奇的。那好了，那個問題是話咧，嗱，先唔講話即係市民嗰個意見先啦，你純粹睇翻嗰個空間個問題，喂，已經唔夠擺車了。再如果係話要去講市民，佢哋俾我哋嗰個意見就係話，佢哋個意見係咩咧？我認為嘅巴士總站就係響星光行。即係廣東唔超出廣東道嗰個範圍，呢個係市民嘅意見。如果係根據翻市民呢一個嘅期望的話，得幾多個位啊？頭先誒，即係話咁嘅情況啊，一二去翻張圖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超過六七。七個啫喎，哇，好少喎、啊！我勉強計埋咧，啱啱一號依個位，啱啱對住廣東道都係8個，八個位，好啦，八個位對14條線，我已經唔講每條線會有機會多過一部車，喂，同市民嗰個期望似乎都好有距離喎、啊。嗱，其實咁講啦，市民期望當然梗係一落車，任何人都係一落車就即刻可以埋到要去嘅地方啦、啊，最好就啲嗱，世事冇咁完美嘅，好多時嗱，就當退一步去諗，好啦，當依家依八一二三四五六係啦，八條線啦，個乘客可以咁樣啦。另外其他嗰幾條線又要行啦，犧牲下啦，咁啊，犧牲要犧牲幾多嗱？原本咧個巴士睇下先，話多咗添，依下算數，再嚟個嗱喺依度一落咗巴士，個巴士係駛到埋嚟呢一個位置噶嘛。對正喎！呢家咧一入就已經碼頭啊，咁咧就三至五米嘅距離嘅行人路啫嘛，係啊，碼頭嘅入口啦。但係好啦，如果要由依三個落客站落車嘅時候，咁要點算咧？因為大部分司機都唔會俾你入到嚟依個最前嘅位先至落客噶嘛，就算個站喺度，好難保入到嚟冇位擺，有冇位擺噶嘛？係啊，一定喺後面嗰度清客。咁即係大部分嘅朋友都要由呢度下，哇！沿住文化中心，跟住依度咧，暫時都冇去到嚟到呢度開始咧就冇阿姐頭噶啦，冇阿姐頭，跟住咧又要走到嚟呢度先至有機會有阿姐頭，跟住轉到入去。哦，咁呢度起碼咧，我哋度過咧都要200米嘅。哦，比起之前跑步啦，比起之前阿鄭局長話好舒服，去比較的話。都呢次已經真係舒服好多啦，鄭局長係咪啫？阿鄭局長即係都不食人間煙火咯，咁耐以來仲未落嚟啦，即係咁咯。如果佢再唔落嚟嘅話，我又要再上去請多佢一鑊噶啦。嗱，今次咧講到明噶啦，我哋就唔去美麗大廈，去邊啊？新政府總部 ？No， 埋個關節先啦，唔係阿 Sir 又要日日企定喺度，好慘啊！你台都你依家你阿 Sir 幾慘，搞到唔要㗎，搞到要爸買報紙喎，早幾日仲係要。唔緊要噶，嗰度大樹好遮陰啊！大樹好遮陰，邊度唔好講住算，係啦，秘密嚟嘅呢啲，都唔係秘密嘅，避咗先，避咗先，避咗先啦。嗱，又即係咁樣講，已經睇到啦嗰個問題。你就算你唔好話入去要一唔，我哋唔可能假設所有搭巴士嘅市民去嗰度都係。去搭天星啊！我哋仲要假設要預計佢去邊咧？可能入去海運大廈行街街啦，去星光行翻工啦，去文化中心係啦。
文化中心其實冇乜影響嘅。文化中心咁係唔算要有，因為本身文化中心喺前少少咧係有一個站嘅。嗱，好啦，個問題係話你起碼所謂叫做你叫我哋數出嚟叫做有四個嘅目的地啦。四個目的地。碼頭。碼頭。海運大廈。嗯。星光行。文化中心。咁你唯一係去文化中心叫做唔使輸。你其他三個地方你都是要令到市民輸的時候，嗯，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真的對市民有利的方案呢？嗱，還有其實可能現在大家都看到剛剛講緊落車要行遠了，可能呢其實上車他可能不用那麼遠，表面上那班人，即例如可能5號啊、5號 A 啊、5號 C、7號、8號上和2號的上車其實沒什麼大影響啊，就變了可能又但是問題就是說他落車就要行200米上車沒影響，但是其他那幾條1號啊、9號啊、1號 A 啊、6號啊、28啊、234X 就打得很新，而且現在其實很多人呢點解會係28、5號 C 嗰啲係會一起坐啊？五號，因為其實佢哋好多路線比較接近咧，喺邊架開先佢就上邊架噶嘛。咁，你叫28嗰個到時仲點可以識埋？即係叫幾飛咯？點可以？嗱好啦，要唔好幾飛咯？更加之咧，仲有一樣嘢喎。嗱，咦？點樣？你又要畫公仔啦，係咪？係啊。嗱，我呢度我抹曬佢先啦。咁咧，嗱，仲有一樣嘢，留意一下呢個的士上落客點。喂，時間唔夠啊！你真係轉頭翻嚟先講的士。好啦，個問題係話呢個問題點咧？有咩事發生咧？嗱，轉頭翻嚟，我哋先再講的士。同埋個廣場得翻咁多地方，留嚟做咩咧？轉頭見。好。翻嚟節係冇鏡啊！我唔係沒有鏡頭，好難啊！沒有鏡頭，即係你唔好再提開傷心事，我都唔知點解今年發現知點解我學校會出咗咁多，唉，都唔知咩人。算吧啦，嗱，唔係淨係講緊嗰個 ，OK， 嗱。即係仲有咧，如果你要講你學校咧，夾硬要講咧，我就一定要做一樣嘢咯。你只鏡走數啊？哦，嗱，呢個比鏡頭興更加好。P 依個 P 啦 ，P 我唔講後面個字啦。OK， 嗱你講啊，接埋落去啦。走數走咗條咁嘅天文大數嗱，唔緊呢啲算啦。反正即係一樣嘢，石梨而家冇車出尖馬，哼，啊咁咪嚇呢啲嘢咪算咯。唔係佢有都係好間接35米咯，好區附近嘅咯。咪喺離得到落車行入去咯，即係尖東去尖東。即係好似我哋沙田人嗰啲咁樣咯。嗱就即係咁啊，數咧要找噶。嗯，但係有個姓薛嘅未找啊。都唔緊要嘅，即係我哋都係啲交通 J 數嚟啊嘛。嗱，即係嗱，又即係咁樣樣，我哋嗱即係咁樣，阿黎廣德先生咧，都起碼叫做同我哋上過嚟同我哋做過一集節目啦，做過一集嘉賓啦。咁啊，姓薛嗰位就嚇，唉，算啦，呢啲通緝佢咧。咁啊，依個係咪我哋就嚟要好似鄭宇華嘅 poster 咁樣要通緝咧？我哋有请我哋一位喺网上嘅非常之好嘅朋友阿杨洋咧，帮我哋睇下执翻好张图啦。嗱，好啦，笑话啊讲完啦。我喺度咧，点解一路喺度望咩咧？嗱，呢本咧，我呢本二十世纪荣翻出咗嘅，咦，系喎，攞走。Okay, 好啦，我要睇下世纪嘅。九龍區巴士路線發展史，由容偉超所著嘅。啊，即係呢個阿超哥咧，其實我哋都喺度強烈呼籲咧，我哋睇下超哥幾時得閒都上嚟做翻一集嘉賓啦。打個電話揾佢噶啦，早幾日，因為佢遲少少先得閒。嗱，咁咧其實咧，咁就講咗好多路線啦，尖沙咀碼頭呢個總站同即係。
同整個九龍區巴士的發展係啦，一個不可分割的關係嘅、啊。不如咁啦、其實講過話九龍區用啲買，即係嗰個同埋甚至新界都有嘅。嗱、啊，不過咁啦，喺講的士站之前，係啦、啊，因為我哋轉頭會講的士站嘅交通會點受到依個新嘅計劃影響。之前嗱，頭先講咗咁多巴士嘅位啦，嗰、那個問題嗱、啊，大家話喂，你係咪危言聳聽啊？喂！點會話無啦啦，即係到時候話逼到爆咁，跟住又話要走啲車，佢依家應承咗區議會唔會走嘅喎、啊。喂，嗱，今時今日咧，你諗下啦，連李子敬都可以咁樣走數嘅時候，唔係李子敬都係學人嘅啫，唔好咁衰。嗱，因為走數走得最多嗰位咧，就唔係李子敬，嗰位姓鄭叫宇華。鄭宇華。嗱、okay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咧，問題係話咧。即係好簡單，即係高鐵咁樣計，你睇下真係發生咗幾多走數事件。哇！嗱，真係唔係講笑㗎。嗱，仲有喎，最大鑊就係咧，依家高鐵嗰邊咧，亦都係會影響到咧，就係咧，當然有份舉手嗰啲支持嗰啲黨啊，佢個辦事處起碼有兩個人嘅辦事處，下面就會掘地啦。邊個咧？自己慢慢發掘一下啦，因為點解咧唔講得住啊？暫時唔係嚟講得，係唔講得啦，已經係啊。其實嚟講得都唔知講唔講得啦。OK， 算嗱，因為點解咧嚟緊咧就依個區議會選舉，文明間又要提曬水蛇春咁長嘅名，你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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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採佢有味，我一定唔會理噶啦。依啲咩規矩，告我笨。嗱，講翻正經先。嗱，點解應承咗區議會都會走數咧？有機會。因為其實真的不夠擺的時候，你冇可能再將個巴即起好咗之後，咁你個廣場起咗，咁你冇理由再縮翻個廣場噶嘛，無啦啦再咁跟住之後發生咩事，只有改動巴士路線或者減少班次嘅啫，或者將某啲線撤離尖沙咀碼頭依個做站啫。嗱，以前唔係冇先例可援噶。其實不是話佢去走區議會數，而係問題因為嗰個面積真係細咗，頂唔順啊嘛。嗱，其實2001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發生過呢一件事，就是、當時尖沙咀碼頭嗰個巴士總站，因為係收細咗，大家都知道依家星光行出面條馬路咪闊咗嘅咩意思？係啊，同埋少咗條坑噶嘛。係啊，五支旗杆對出原本係一立電話亭，跟住有一條車坑俾啲車中途站經過噶嘛。即係喺而家嘅紅福堂嘅背脊，係啦，即係依家嗰個茶水站啦，其實應該咁講啦，個茶水站本身嗰度原本係一條車坑，就冇少條車坑嚟噶嘛。如果係咁好啦。佢收細咗，就係減少咗條車坑，咁結果咧就變咗依家茶水站對出即係紅福堂對出嗰度就變咗係俾啲車通過，就唔係再係一個總站嘅車坑啦。咁、跟住咯，又將頭先講天星星光行對出嗰個位置又縮曬，擴闊咗條路，咁啊變咗少咗條行車線啦。係咁結果原本以前尖沙咀碼頭有多好多線入㗎，例如26號啦。仲有咧，呢、這個203啦，208啦，2号C 係總站添啦，全部都係講咗出，甚至以前喺新界出去仲有81号C， 都係會係經過尖沙咀碼頭去落客。嗱，又或者咧喺九龍東嘅觀塘區咧，就有呢個215X 啦，係215X 都係入嘅喎。仲有呢個219X 啦，仲有13号X 嗰度係總站嚟嘅，曾經係啦。嗱，13号X 同1号A 咧，當其時做一個好美妙，亦都我會覺得好完美嘅一個交通配搭嚟嘅。嗱，你一號 A 就沿住彌敦道，跟住界限街太子道就去秀茂坪啦。喂，坦白啊，有冇試過坐足全程啊？坐足全程咁又未喎。試有新車試第一架低地台嗰陣時試過咯。好啦。有問題，如果要尖馬去觀塘，跟住或者甚至乎上秀茂坪，咁係唔係13号X 快靚正先？咁係咪做咗一個分流好正，但係為求咁樣樣，又係搞到啲乘客真陰功。嗱，好啦，仲有依家。剛才講過咁多條線之外，仲有以前咧喺2001年之前，係所有新界嗰啲朝頭早晨早特快線，例如喺屯門元朗啊，開出嚟尖沙咀嗰啲線，都係葵涌都有啊，沙田都有㗎，係啊，200P 啊，我記得應該係200P 啊，咁咧全部都係以尖沙咀碼頭做總站，俾啲客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配搭，就等佢哋咧落咗車之後就即刻可以過海，咁就可以開少一條隧道線。好啦，但係個問題而家咧呢啲線咧。那個總站去了哪裡呢？
彌敦道中間道嗰個位置，亦即係呢個叫做喜來登酒店，就拜拜。係啦，但係咧問題咧，五條線喎、啊、都十幾條線㗎。嗱，但係問題嚟啦，你唔好拍啊本書啊！有咩問題咧？嗱，高登術語最通常用嘅嗰個字，一個單字係咩啊？出唔出得街㗎？出得街㗎！出得街，膠啊嘛！好膠！件事點解會話咁膠呢？因為嗰攞翻本書嚟先。因為嗰批嘅神祖特快線咧，當佢喺彌敦道喜來登酒店嗰度落曬客之後咧、通常架車咧都係即刻轉右。都是要入翻去碼頭，都唔會掉頭。係啦，有好啦。如果唔係，佢就一係右轉九龍公園徑。係啦。咁但係都係要入梳士巴利道。係啦。其實唔爭幾遠嘅。係啦。咁、那個問題嚟啦，咁、那個問題嚟啦，你諗住哎呀個司機哥哥，司機哥哥可唔可以車埋我碼頭啊？唔得噶嘛，專巴士嚟噶嘛，你搭小巴。嗱，就即係咁。即係所謂交就交在於呢一樣嘢，明明架車都係要向嗰個方向，但你偏偏就唔俾啲乘客坐埋嗰段仔。係咯。喂，我一日一係去諗嗰個問題嘅啫，要好正經嘅呢一句。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編號66号嘅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嘅上市公告。持有最大股東的持有人為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法團，持股量根據上個星期的公佈是超過 76.25%。哇！咁大！哇！咁真係啲人話政府補貼咯喎。嗱、那個問題嚟啦，喺喜來登酒店落車就點呢？如果要過海，一系你咪搭 MTR 咯。但如果俾架巴士可以入到碼頭的話咧，坐天星。講完，重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編號66号，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嘅最大股東係財政司司長法團，持股量係超過 76%。唔好再講到咁遠先啦。翻翻嚟咯，即係咁講。其實咧，個站容納唔到嘅時候，其實就真係擺唔到咁多架車，擺唔到咁多架車，咪即係有啲線要走咯。嗱，到時候咧，你區議員嗰班有份舉手支持啊，佢依家呢個新方案嘅區議員咧，嗱、就真係要咧，大家記住啦，向佢哋問責喎。嗱，因為咧，票債票上啦、啊。因為咧，四個人咧係堅持覺得係不如你咁樣就唔。好起嘅喺油尖旺區議會入面。好啦，但係基於呢個選舉條例，我哋已經唔再方便講呢四位。啊，點解上網揾翻啦？早幾集有寫噶啦。係啦，嗱，個問題嚟，個問題係話咧，即係已經頭先講過，搬得之前唔係未試過抽線走，有啲嘢真係的確可以歷史重演。嗱，好啦，到底嗰個廣場喺講的士之前，我哋嗱用一個 Photoshop 咁上下形式俾大家睇睇。到底嗰個環境會係一個點樣嘅環境？我哋嗱有張相俾大家睇睇嘅話，其實應該咁講啦。呢張圖咧就喺明報度帶到嚟。明報嗱，咁其實咧，我哋依家要講嘅就係個巴士站，頭先我哋已經講過，其實依度已經打少咗噶啦，其實應該仲厚啲添。咁但係咧，好啦，咁依家話將個的士站嗱，大家依家見到咧啲的士擺咗喺度噶嘛，係咪？係咯。咁咧的士我又開始筆先。嗱，的士依家擺咗喺呢一個 area 啦，係。咁但係其實現時嘅的士站喺依度噶嘛，係啊。嗱，現時位細咗喎，長啲嘅，因為張相唔夠長啫。係啊。嗱，簡單啲講啦，依家個的士站其實都唔係圓滿嘅，依個事實嚟嘅。依家個的士站咧，本身因為嗰、那個排隊嘅位置咧比較窄㗎，仲啱啱有碌柱頂住，好似啱啱入口咧。即係如果肥啲嘅遊客咧，你知鬼佬 size 幾大㗎？係啊係啊。咁咧入去嘅時好鬼困難，依個事實。其實嗱，要改善的士站係同意嘅呢一點，但係問題在於好啦，大家去翻張相睇住先。嗱，跟住咯，排幾多架的士嗰度咧？
其實即都如果純粹以 official 連計有頂的位置咧、啊，政府新的方案同埋現時的方案接近的多了少少啫。但係即的士其實呢家排咧排到後面嘅 ，OK。嗱，一陣我先再俾條片大家看啦。咁咧好啦，啲的士依家個的士站將會搬嚟前面呢度啊嘛。係咯、啊。嗱，咁好啦，到時好笑喎、哦，佢即係大概畫到呢度咁樣係一個的士站啊嘛。我記得睇翻張圖，咁、嗯、咧。點咧？呢、這、一個的士站，咁啲的士咧，嗱呢度仲有一條坑咁樣排隊啦，啲的士轉顏色啦，嗱唔緊要啦，我照畫住先啦。依家咁樣呢、這個的士嗰個位置咧，嗱呢度有條坑嘅，到時即係等於一個係啦咁樣，咁即係變咗咧，嗱好啦，啲的士啲人咧排隊咧就喺依一個紅色依一個圈圈依度排噶嘛，咁、但係跟住咯喎。佢上的士架，的士個方向同依家我哋途中嘅的士一樣啊！即係右邊上車，右邊上車啦！嗱，咁變咗即係，哇！咁如果坐頭位咧，嗰個位，咁你就要走出呢個馬路，啊、走出呢個馬路，一定噶啦！即係咧，你要走出馬路先至可中心，先至可以上到左手邊車頭嗰個位置。係啊，咁嘅樣，試問幾咁安全咧？佢哇！是喎、哦，你呢度有車通過，跟住你呢度又拍巴士咁出站點啊？嗱，好啦，嗰、那個問題在於就係話第一次刊憲，即係呢個2009/3466第一次刊憲，我哋已經 raise 收咗呢一個問題，就希望政府方面咧係注意呢、這、一個呢一、這個情況啦。嗯，好啦，到第二咁啊，第二次刊憲問題照舊。哇！真係嗰句説話叫咩？意見照收，態度照舊。嗱，其實咧仲要講埋落去喎。佢的士站咧，佢第一次康憲嘅時候咧，就有少少分別，但係基本上要變咗係左，要左喺左手邊上上車，要走出馬路中心係冇變過嘅，係啦原則。只不過佢擺喺呢位調下咁解啫。咁但係咧發生嘅事係點咧？再之後嗱。依家我哋再去張圖啊，一路大家睇住先啦。睇翻張地圖啊。哇！嗱，好啦，成個 overall 個 area 係咁樣噶嘛，頭先我哋睇過。咁個的士站擺位點咧？大家睇到咧，的士上落客點就擺咗喺邊咧？前面呢一度。哦。紅色。咁上客到底又係點咧？我又轉另一隻顏色先。上客嘅時候，上客喺邊度咧？嗱，大家去揾翻呢個上客點咯喎。咪梳士巴利道嗰邊。即係有搭灰色的位置，呢一個位置大家見到上下點寫住呢度啦，咁就係邊度咧？呢家我綠色筆紙嘅呢個位啊嘛，上客啊嘛 ，OK。頭先所講上客會發生咩事咧？嗱，好啦，其實喺馬路邊啦，馬路中心頭先講咗，但係好啦，架的士頭先嗱，我喺旺角過嚟啦，假設我依家又用另一隻色去標示俾大家睇啊，我喺旺角搭的士嚟利敦道，咁跟住好啦，架車轉咗入嚟，哦，送咗我嚟落客咯。咁啊，我落咗客架，我有嘅走噶啦。係啊。咁啊，的士哥哥放低咗我之後，喂，想喂冇理由吉車咁樣下下吉車走噶，好大鑊噶嘛，吉車走。咁我點咧？嗱，我又用另一隻熒光筆嘅顏色標示俾大家睇下，等等。嗯。嗱，好啦。哎呀，好啦，就綠色啦。嗯，咁、嗯、跟住咧，好啦，的士哥哥要上客，但個的士上客點喺後面呢個綠色呢個 area 啊嘛。佢呢度梳士巴利道唔俾你咁樣玩 U turn 啩？係啦，點玩法咧？嗱、啊，如果的士哥哥要翻嚟排隊上客咧，佢就要喺度兜個圈。去到邊度咧？就去到新拆卸中嘅新世界中心。係啦，即係去到尖東啊。嗰邊咧先至有一 U turn 嘅，或者喺喜來登左轉，跟住再落翻彌敦道，中間到彌敦道，跟住再右轉，即系咧喺依度後面咁樣。即係九龍公園已經冇得右轉嘅，唔係彌敦道啊 ，sorry。彌敦道唔係彌敦道。彌敦道添啊，唔係九龍公園勁，我依家因為畫唔到咁遠啊，我即係模仿翻咁樣，或者佢就要係喺新世界嗰邊再 U turn 翻嚟啦。好啦，個問題嚟啦，嗯，除咗。即係影響的士司機生計啦，係咪先？即係加完價又俾人加租啦，係咪？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話市民佢本身，我當個的士總站冇問題啦，個新設計都冇當添。係啦，咁你仍然有人等車噶嘛？仍然會有個市民佢有需要去等車嘅時候，
嗱，而家現有嘅總站個設計情況就係話，的士可以呢頭落客，跟住就即刻上排隊上客，排隊上客。咁係咪你？咁係咪本身佢可以用盡架的士佢嗰個運載安排？好個市民嗰個等車嘅方面嘅話，佢已經係有已經係。即係佢嗰唔係簡單啲講啦，其實應該個流程嚟噶嘛，正常流程就係落完客架車吉咗就去上客，係啦，咁應該係順住順住去。嗱，而家嘅問題就話會導致到咧，你落咗客冇得即時上客，一係冇得係要兜個圈先翻到嚟，要個大圈咯。咁即係話影響到咩咧？影響到市民佢去用的士嗰個嘅嗰個時間上一定出現有影響。嗱，仲有一樣嘢喎，其實就係咧用多咗油。因為你走多了一段，雖然不是很多，但是都是會令到附近一個排放多了。因為的士的數目其實呢，你看到現在呢平時在那裡出入呢是十幾架至到三十幾架至四十架都有，一路是排回出到去。去回張圖啊，其實現在平時呢入在這裡用的的士呢，它是呢除了這個的士站這個 area 之外呢，其實它後面它們是排住隊的很多時哇，甚至是會排嗱，排到出嚟，排到你呢個單呢個位啦，跟住其他時排到嚟依度都有啊。哇！有陣時咧少客嘅時候，係啊係啊，但係一多客嘅時候，啲客咧就排到尾都排唔到，排唔到完嘅喎。嗯。咁咧其實咧，依家新呢個咁嘅的士站到底係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咁嘅排隊功能？嗱，去翻張圖先。嗱，你留意喎，以前係咁長噶嘛，依家呢度咧其實冇長幾多嘅啫喎。其實差不多嘅，因為佢整咁大個島喺度就係做的士站喎，咁無啦啦喺度整到一嚿咁嘅嘢喺嗰個入口幾咁核突咧。嗯，同埋你正常係同一的士係 parallel 咁排噶嘛，依家係調翻轉嘅，好奇怪嘅，係真係唔知點解嘅。好啦，嗰、那個問題就係話咧，你又要阻所謂叫阻人揾食啊？啲的士司機個高大聲嘅嘛，唔使揾食啊！嗱，而家政府就阻你揾食，又搞到啲市民等車嘅時間就隨時會耐咗。仲要就係話講緊，喂，可以俾市民選，即係叫做可以用到嘅車數又少咗。咁仲搞嚟做乜咧？嗱，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大家要發現咧。的士司機本身佢哋喺依度出入咧，除咗真係話上客落客咧，現時嚟講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需要噶，因為其實就係去廁所，冇錯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時因為咧，因為依度係比較叫做嗰個廁所同一個的士可以停站，暫時停一分鐘到咧，係可以近啲嘅，佢係。即時閉埋一邊咧，就去衝入廁所去完咧，一分鐘內出翻嚟，因為見過㗎啦呢啲場景。咁但係咧，依家新呢個咁嘅的士站咧，落客位同嗰個廁所公廁都頗為遠。係，唔係你走入我當走入去星光孔當近排隊㗎，嗰個好細嘅，帶咩落嗰個係好細㗎。仲要上樓梯落樓梯咁咧。好啦，總之就一句講曬，就即係叫阻人揾食，就叫最大惡嘅。同埋記住咧，頭先我哋所講話啲的士落完客要再上翻嚟咧，即係等於之前我哋講緊未修改呢個康軒之前，巴士要兩出兩入，依家都係的士繼續都係要兩出兩入嘅。即係一樣嘢，都係講緊嗰句意見照收。態度照搞，即係諗住大家拍拍咯，有落咗的士就唔揦你嘅的士噶啦。喂，冇辦法啦，冇辦法噶。嗯，啲官搭的士嘅咩？揸車噶嘛？錯，係坐 AM 車。坐 AM 車。O K， 嗱好啦，即係好話冇聽，都係講緊嗰句，坐喺冷氣房就不知民間疾苦。都唔係，都唔可以話窒。即係所以唔係啊？點解我咁表揚咧？話對面過咗大海嗰位嘅運輸局局長啊，更加交通局局長啊，汪雲，即係件事做唔好有陣時，唔係佢完全係佢嘅錯，但係起碼佢有心改革，同埋佢真係落去實地睇嘅，佢真係企喺度睇。嗱，嗱，又或者我哋唔使過大海噶。邊個啊？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位官員其實做咗親身示範㗎啦。哦，阿邱騰華局長，哇，局桑拿局長。嗱，又即係咁，我哋再次強烈呼籲阿鄭宇華局長，嗱，你嘅同事阿邱騰華都出咗嚟焗咗鑊啦。係喎，
咁你咪應該行翻鑊啊？啱啊，呢個嗱好啦，交通、巴士、的士乜都講曬。嗱，仲有一樣嘢喎，成個範圍除咗巴士、除咗的士，跟住點啊？其實咧，仲有其他車輛會駛過啦。專誒依家咧誒旅遊巴就唔入得嘅，因為嗰個禁區問題啦。係啦，咁嗰個後話啦。但係你講緊，但係你講政府車輛咁點咧？如果係咁，先去翻圖先啦。唔係政府車輛，講政府車輛冇意思。有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個碼頭天星，仲有係海運大廈，你要上落貨噶嘛？係啊，你如貨車，你貨車又唔俾入。你好啊！你私家車都叫做情有可原，但你貨車冇可能唔俾入噶嘛。嗱，交通已經一大堆問題啦。嗱，去翻張圖啊！嗱，其實咧，將會到時候咧，呢一個位置咧，我由咗紫色呢個位置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其他車輛嘅禁區。禁區冇噶咯喎，入唔到噶啦。好啦，最大問題係咩咧？嗱。日乾日白，你話落貨嗰啲都已經係叫做話，可能佢哋咁啊喺廣東道嗰邊要佢哋喺嗰邊大家去排啦，兜幾個圈啦。嗱，嗰個事少，夜晚呢家喺度落報紙嗰班，係啦，其實根本係唔影響交通噶嘛。點算咧？嗱，好啦，樣樣嘢撈咁教噶啦，而家好明顯，巴士總站唔夠地方啦。嗱，露天廣場本身。又已經縮小啦，上一集我哋都講過就話建築師學會都已搖搖啦。好啦，如果要去滿足嗰個交通嗰方面嘅需要，咁即係要點啊？要需要再擴大面積噶咯喎。如果擴大面積，即係露天廣場要再縮細噶咯喎。但係既然係咁，要再縮細的話，喂，咁同嗰啲街邊嗰啲寫住乜乜？乜乜乜街乜乜乜道休憩處有咩分別啊？咁仲起嚟做咩咧？我真係好想問。面子啩係咪啊？好似之前啊，森哥啊，係啦，自由風嗰時嗰次佢訪問嘅時候講，喂，面子啊嘛。但係因為嗱，康文署有一個，我旅遊事務署又要有一個。喂，大佬唔好玩啦！而家咁嘅情況底下，縮細到同一個咁啊喺街邊嘅休憩處冇乜分別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可以攞嚟做乜咯？我諗到一個養白鴿咯，喂，白鴿依個老鼠啊，大佬佢養老鼠，你知唔知今日話到嗰個廣場已經係老鼠廣場啊？出報紙做幾集嗱，不過 anyway 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咁我哋咧，依家咧就即係要同大家又要講聲拜拜先。繼續嗰啲問題咧，我哋一路會內發掘。係啦，嗱，亦都咧真係再一次呼籲，留意住我哋節目之餘，留意住我哋尖馬之聲嘅網站、Facebook 專頁，我哋陸續係好多資訊、好多信息係發布俾大家。因為今次的而且確，我哋更加需要嘅係市民俾我哋更大嘅支持力量。好，係咁先，拜拜，拜拜。